林队，工号2047，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有一位女性乘客通过你们的平台约了一辆车，而且她在25分钟之前向她的朋友发出过一条求救短信。我认为她现在极有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听明白了吗？车主叫什么名字？赵长松。林队，赵长松的车现在就停在出城往市区方向15公里左右的位置。赵长松，你听着，我不管你想干什么，你现在停手还来得及。停手！快！告诉你吧。 现在停手，他正准备杀人，告诉他停手。尸体已经找到了，人已经死了。我叫赵伟，现在负责这个案子。赵长松，赵哥，他车呢？开车的人不是赵长松，凶手身高应该在1米7到1米75之间，体型偏瘦，对面三楼有个戴帽子的。哪栋楼？后面那栋。